你是否也有想要守护的人？你想守护身边的他，及时递来一杯热腾腾的姜茶。你想守护不常在身边的家人，照料好在家吃的每一顿大餐。想守护流浪的猫猫，也想守护它随处可见的露天水碗。你想护住幼小的宝宝，更想护好每一次探险的风浪。想守住那个渐渐老去的背影，也想守好他真爱的每一朵花。其实有想要守护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呀。想守护的是刚刚好的温暖，红皮的快乐，有些可爱的纯粹。你看起来更强大的柔软，还有那些珍贵的浪漫。这些看起来微小的点点滴滴，才是值得好好守护的世界。沁园净水器20多年来以专业净水科技默默守护中国家庭，以纯粹匠心守护纯净点滴。沁园，守护水源，守护家。